在世界杯啊，所有中国的球迷都会特别的开心，可以看到一流的球队、一流的球星在赛场拼杀。作为男球迷来说，不光看到专业球迷赛场拼杀，更重要的还有一点，盼着球员受伤，因为球员受伤之后啊，镜头就会摇向看台，看台上有各国的美女球迷，我每天晚上就是盯在电视机前，其实就是要看这美女球迷，长得太好看了。这个为了给男球迷一些福利，我们组啊特意总结了一下本届世界杯的美女球迷啊，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。我们来看一看。三标贼巨，我都发现了，30分。啊，大红心，欺负人？大红心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再不中拿我几天？别忙，打个红心再说。你心里一旦有心理负担。行了，行了，开始干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干。行了，行了，不打红心了，要不再打一个？来，开始。辛苦啊！世界杯黑幕，这期叫世界杯黑幕正式开始。我手握着国际足联的证据。这头准备啊，这是第几期了？第几了？第5期。第五期。开始，准备打板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强颜世界杯。